好啦，跟住咧，剪彩之後咧，我哋仲要放下炮仗啊！翻炮隊準備，就位啊！就位，一、二、三。好啦，你開咗錄音啊！一早開定，開定啲，等我開啊！而家翻嚟，而家我嚟到，而家我嚟啦！根本次都鬧我啦，一開聲就，嗱一個人出對面嘅電車。望你咁少輪仔揸車經過咧，咁黑啊佢！上一次廣東未飛咗過去嘅電車頂咯，飛落電車側邊。係啊，唔得唔得唔得杯咩？哇，一三唔夠飲啦，我諗就飲一兩杯喎。OK OK， 唔該。我咪飲杯，杯度啊。換杯啊，換杯啦。換杯啊。哦，寫上單啦，寫啦，你一齊上車啦，拜拜。等陣先，拜拜。鏡頭拍照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禮成，普羅價值，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城市座論壇，哇，乜講得咁水皮噶？等我講啦。城市座論壇逢星期三晚十點，時間不變，繼續有我星舌醫生馬草黎、劉墉，仲有火爆叮當嚴達明，拔萃師兄繼續發聲。回水八千，回水八千。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不平则鸣，只因心系香港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。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嗱，翻嚟第三节啦。嗱，毓民呢一节咧，我哋都仍然要继续有啲话题，因为咧就十分之重要。第一个咧就系皇上王杨达嗰个办事处，边个第一个办事处啊？呢个系九东嘅九东吓，即系因为我哋九东人民力量咧就真系冇办事处啊嘛。咁过去揾咗好耐啦，即系呢个旧年区议会选举，咁而家搞一个办事处，咁王杨达就喺度打趸啦，系咪？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就即系我哋人民力量咧，基本上就唔系一个有形嘅，即系呢个政治组织嚟嘅。佢系由四个团体所组成嘅，而呢四个团体里边咧，真真正正有会章、有组织架构，又得个前线，仲有一个选民力量。当中全部都系合法注册机构嚟嘅。咁一个就系泛蓝阵营神州青年服务社，即系佢哋嗰班啦，系嘛？咁另外咧就系前社民联嘅成员。咁而家后来就即系全部，因为我哋有个普罗政治学院啦，咁就全部系用普罗政治学院嘅名义去参与呢个人民力量嘅。咁啊，四个团体。咁就皇上就不属于呢个四个团体嘅任何一个团体，系嘛？咁但系我哋人民力量九东嘅办事处咧，就要揾佢去坐镇，系嘛？咁我觉得即系喺政治上或者大家个理念上相近啊，咁我哋要开拓呢个地区工作咧，咁皇上亦都系一个不义嘅人选，系嘛？
咁所以即係我呢個人民力量就即係我哋舊年嗰、那個即係票債票償運動之後咧，就決定要即係開地區辦事處啊，因為我哋要即係經過檢討之後咧，即係我哋嗰個雖然係一個政治運動，但畢竟我哋都要即係喺個即係走翻落去地區，係咪？咁要即係起碼假以時日五年十年，起碼喺地區度要扎到根先得。即係老實講，你區議會選舉，我哋呢啲團體係冇運行嘅，因為你冇裝腳噶嘛。你又唔似得共產黨，喂有個地區工作部喺度幫佢做咁多嘢，係咪九龍社團聯會啊，咩會咩會啊，工聯會啊，係咪民建聯？你睇佢嗰個已經係好扎實嘅，咁就亦都有無限嘅資源做呢啲嘢。咁民主黨其實爛船都有三根釘嘅，即係公民黨就真係大鑊噶啦。即係講地區嚟講，即係譬如佢喺新西，就好在有個陳婉心，但係陳婉心自己都成20年啊嘛，民主黨時間已經係咪啊？即係佢係靠自己，唔係靠你公民黨。不過而家用你公民黨牌頭，公民黨基本上喺地區上完全係冇嘢嘅，冇料到嘅，係好大鑊嘅。基本上佢係完全靠政治明星係咪？但我哋唔係咁樣睇噶嘛。你一定要去个地区度，所以我哋喺呢个旧年票债票偿运动之后，我哋经过检讨之后，我哋已经开咗三个地区办事处，一个系港岛区，一个咧就系啱早港岛区之后就系新西又开多个办事处，就新西而家咧物业城又要搵多个办事处，系嘛？咁即系新西会开两个办事处，咁啊新东咧。就啱啱喺上水嘅办事处就上个礼拜开幕，咁跟住而家可能要沙田又搵个办事处，咁然后九东呢个办事处咧就啱啱开，咁九西咧我哋都会开个办事处，开到个办事处嗱，我讲紧呢啲办事处系纯粹属于人民力量嗰个范围嘅，我同大舅自己作为立法会议员咧，用呢个立法会嘅钱开嘅办事处咧，每人都三四个噶啦已经，系咪？嗰、那个就系我哋即系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，我哋服务地区即系嗰个需要嘅。咁但喺人民力量要喺地方上面扎根，同埋要迎接呢个九月嘅选举咧，所以我哋已经先后即系连埋后日呢个已经开咗四个办事处嘅。我哋系坐言起行嘅，大佬唔系得个港字啊，唔好似有啲人就整几多个支部咁样办事处喺边啊，系咪？四个办事处噶啦，已经系咪？跟住系陆续开紧嘅，系咪？咁所以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。第一就系要我哋要喺个地区里边啊，即系话要。即係參與個地區工作，同埋有啲地區嘅議題，我哋要做嘅。咁九東咧，就我哋就情商到即係黃楊達先生係嘛？人網嗰啲早朝天下嘅主持，香港名作家、名編劇家黃楊達先生，花名叫皇上咁啊，就主持我哋人民力量九東呢個辦事處。所以最近有網上有啲即係嗰啲打飛機友又喺度，即係我覺得皇上嘅態度，佢根本都唔會回應呢啲人講乜。你係咪人力嘅人啊？入咗人力未啊？屌人力都唔係個政黨，係咪？人力冇會員制，係咪？佢只有委員會制。嗰、那個委員會制咧就係我同阿大舅度出嚟嘅，最好嘅嚟而家冇交嗌，係咪？每個團體派四個人嚟做執委，權力一樣均分。系咪？我最近就辞埋个执委添，坐言你行，我话咗要辞噶啦，我辞咗啦。OK， 辞埋个执委系咪？因为我要即系全心搞呢场选战，同埋呢个因为九东都系我负责嘅。OK，所以听日嗰个办事处都系我负责嘅范围嘅一部分，系咪？咁当然咧就人民力量就会拨一部分嘅钱嚟俾我哋啦。咁我哋其他嗰啲不敷之数就要自己去承担咯，系咪？因为人民力量每个月佢会帮我哋交租，同埋我哋请啲伙计出粮系嘛，灯油火蜡。咁但系其他嗰啲你搞咩活动啊？其他嗰啲嘢咧就要自己揞啊，自己想办法去筹钱啊。咁而家全部都开始喺度开动嘅，即系我哋希望真系人民力量遍地开花，系咪？主要就系希望可以服务地区，系咪？咁另外迎接九月嘅选举。所以礼拜六晏昼四点钟，各位朋友，九龙东我哋嘅办事处开张，喺呢个观塘瑞和街街市嗰度，喺街市嗰度行上去就系噶啦。OK， 咁我哋喺网上咧都即系有晒啲地址喺度，咁啊欢迎大家咧嚟。咁嗰日嘅主人家咧就系黄杨达夫妇，皇上皇后啊，小弟咧就敬陪末座，系嘛？当然我哋希望所有人民力量嘅核心成员咧。都能夠嚟參加咯，係咪？咁我哋都有邀請一啲地區人士嘅，咁應該都好熱鬧嘅。咁我又揾咗兩棚師，係咪？舞師係咪？
咁啊，佢哋准备咗两只大烧猪，系嘛，喺个公园嗰度，咁啊打锣打鼓，咁啊大家热闹一下。咁其实而家已经即系九龙东好多人已经收到风噶啦，系咪？嗰啲地方人士啊，已经知道我哋会喺嗰度插旗嘅啊。咁啊，希望各位支持者咧，即系尤其是即系呢、這个热血公民啊嘅成员啊，即系黄杨达嘅热血公民嘅成员，同埋黄杨达嘅 fans， 系嘛？最紧要礼拜六早啲到啊，帮帮手啊，招呼下即系各路英雄。嗱、啊，咁、啊、我其实我有嘢追问嘅嗱、啊，当然啦，就而家讲嘅选举言之尚早啦，但系我哋撇开讲下具体嘅一啲即系候选人，其实你对呢一区啊，即系九东呢一区个选情，你有咩睇法？我去选你赢更咯。而家唔系你去选啊嘛，而家唔系你去选啊嘛，即系如果呢个世界有呢个世界有五个黄毓民咁啊，有即系立法局起码有五席啦，人民力量咁，但系个现实就唔系啊嘛，系嘛？嗱，我哋即系嗰个选举，即系嗰个部署咧，就其实而家已经启动咗噶啦啊，咁就我哋一个月前呢執委会亦都通过份初步嘅名单嘅，不过我哋就唔可以喺度公布啦，不过因为文汇报有卧底喺人民力量，咁佢已经公布咗啦，係咪咁不但即係文汇报写啲嘢都几多都係啱嘅。嗱佢名单嗰度呢名单即係佢估计嗰啲名单嗰度呢就虽不重不远啦，係咪咁但係佢个分析就梗係错啦OK？佢分析佢係有 agenda， 嗰個郭力行其實係一組人，郭中行其實是一組人嚟嘅 ，OK？ 咁當然過去嗱、我又爆埋啲衰嘢啦，佢係成日爭稿費嘅，即係互相自己爭稿費嚇。呢、這個我講嘅嚇，唔、okay, 信就真係問下佢哋嚇。咁文匯報即係個針對嘅對象就係黃毓民啫，包括社民連時代又係咁樣，係嘛？咁好明顯就梗係有鬼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嗰日開執委會跟住第二日蘋果有咯。嗰、那個名單，所以呢個世界冇乜秘密嘅。咁所以我過去包括社民連時代都係，我都唔中意有秘密嘅，因為反正人哋一實知噶嘛。咁你收收埋埋，咪即係等佢偷聽你電話啊，揾人跟蹤你啊，係咪？咁你養曬俾佢，今日搞掂咯。仲有黑客，仲有黑客。黑客咁唔係，但係我哋內部即係真係好機密嘅嘢，就見到面先傾嘅。呢個係我過去一直以來嘅習慣，見面傾係咪？我梗唔会喺个会度倾啦，系咪？咁我而家会都唔去开，仲过瘾，系嘛？唔使烦，系嘛？即系任何一个组织，佢都会想办法搵人打入嚟噶啦。就算喺你而家里边嘅执委会成员里边冇，都有啲口痕友噶嘛，跟住有啲收风客咁，唔一定噶嘛。呢个系咪？即系我哋喺个社会碌咗几十年啊，长哥，系咪？即系呢啲真系挑通眼眉噶啦。你包括社民连时代边啲系鬼，我都了如指掌噶啦，系咪？即系。有啲系靠收风食饭嘅，系嘛？咁啊入咗嚟，咁你点咧？系咪？有啲人力保佢入嚟嘅，咁你点咧？系嘛？梗系知道嗰只系鬼啦，点解会唔知啫？边个系人系鬼咧？黄毓民实分到，我话俾你听。不过无关宏旨，无伤大雅，系嘛？即系当呢啲鬼系变成魔嘅时候，就一定踢佢走，系嘛？过去我做过好多镬噶啦，系咪？所以我觉得冇乜所谓，系嘛？咁但系当然我哋个部署初步嘅部署咧。就已經係大家即係幾個核心成員咧，大家都有共識㗎啦。OK， 咁跟住落嚟嘅關鍵咧，就係個資源啦，同埋個選舉工程嘅啟動，這個好緊要，包括文宣啊、組織動員啊，好多嘢做嘅，同埋要請好多人。我而家自己都已經陸續請緊人啦，淨係我嗰個範疇啊，同埋我哋都會去重新組織啲義工啊，係咪？即系我计翻我过去喺08年同埋五区公投期间选举，总共再动员或者帮我去即系助选嘅人，前前后后都1000人次嘅大佬，你需要大量嘅人手啊，唔系讲笑啊！所以希望即系各位朋友，即系有时间咧，即系大家可以可以帮下手咯，系咪？咁我哋又需要好多人，錢固然需要咧，但係人更加緊要啊！咁我哋而家又即係非常之開心咧，就即係亦都有好多朋友真係好熱情，係咪啊？咁支持我哋咯，係嘛？即係有啲出錢出力，係嘛？我哋有好多義工真係好好嘅，
即係呢個就係令到我哋仲有嗰股動力繼續去發展，就係、是、咁樣解。好，咁我哋有位喺紐西蘭打嚟嘅伍生，你好，伍生。你好，你好。係，你好，請講啊。係，台長鬱敏 ，Carol， 你好。咁啊，首先有幾句説話咧，就想同台長講講先嘅。咁啊，事完咧，我就早兩個月咧就翻香港嘅時候咧，就有少少手信咧，就擺咗喺呢個蔚藍大廈嗰邊嘅。咁啊，俾阿台長嘅，咁啊，唔知佢有冇收到？咁啊，如果佢未收到咧，就去攞一攞啦。啊 ，OK。咁啊，仲有就期望啊，台長同阿李偉才咧就博士咧就喺度開麥啦。啊。咁啊，咁啊，講講咧就係、是、講下阿黃陽達同阿CY 嗰、那個座談啦。咁啊，叫阿、啊。叫何俊仁睇睇咩叫偷淡啦、啊，咁、人哋向阿 CY 學習下咩叫偷淡，咁、人哋插幾個人落去嗰啲又叫偷淡、啊，係嘛？佢嗰啲唔係叫偷淡啊，咁、就叫佢學下嘢咯。咁啊，仲有咧就係、是、第二咧就係、是、阿劉夢紅咧講咧就話，喂，如果流選咧就叫中央一人一票選特首，喂，我覺得呢句嘢咧就。即係香港啲傳媒，即係唔知點解讀咧，我就覺得佢好似大大中央喎、啊。佢唔係大中央，佢喺度狗噏啫。唔係啊，我覺得佢係大佢喎。佢唔係第一，佢有咩？唔係第一，佢有咩本事大中央？佢喺度狗噏啫嘛。佢係冇可能出現嘅事嚟噶嘛。因為你嗰個基本法有個規定啊嘛，人大常委會有個決定噶嘛，你點可能係咪啊？即係叫佢建議中央，中央就會即刻俾你一人一票選特首啫。唔係，就係唔會咯，就係、是、唔會，所以佢呢句説話咪大佢咯。啊，就咁、是、啊嘛。咁仲有咧，就係、是、咧，早兩日咧聽阿張文光喺另外一個電台度講嘢咧，哇！真係幾乎收音機都想打爆佢。佢話民主黨嘅人講嘢咧。就唔代表民主黨嘅，即係代表佢個人嘅啫。哇，咁就真係大鑊啦！咁你第日民主黨啲人出嚟講嘢，咁點搞啊？咁你要一字排開話個個承認咁先至算啦。喂，劉慧卿講嘢佢都話唔代表民主黨嘅喎，何俊仁講嘢佢又話唔代表民主黨嘅喎，咁邊個講嘢先算數啊？咁佢哋係咁嘅啦，而家都喺度 hea 緊啊嘛！佢哋而家講乜嘢？咁你我哋都唔信。咁你如果競選嘅時候，咁你任何一個人講嘅嘢都唔代表你民主黨嘅政綱。咁好嘅嘢你又立咗，唔好嘅嘢就話哦，佢唔代表民主黨嘅，咁你咪好著數。好多謝你電話，好嘛？多謝你電話，伍生，請你繼續聽我哋嘅節目，係嘛？我哋聽下劉生電話，劉生係請講。系阿玉敏台长姐姐仔好，系姐姐仔啊，呢、這个叫嘉露啊。系我少听啊嘛，我唔知佢叫咩名。系、啊 okay、我认一认先头嗰个哥哥先啦。郑张文光一句共好有共产党 feel 啦，佢依家张文光嗰啲 style 好，冇提都提失提嗰啲嘥气嗱。我讲阿叶柳嘅能力啦、我先头睇到叶柳就发言。即係大言不慚，咁非庸居港權嗰單嘢，佢話人入境事務處咧，嗰四個關卡咧就係、是、冇用嘅。嗱，嗰、那個結果個官司咧就俾法官就兜巴掌刮咗葉柳一巴啦，點會嗰四個關卡冇用咧？係咪？咁啊，跟住咧我就講民調啦，民調嗰啲荒謬咧就離曬譜嘅。最近就话有食饭风波啦，系咪？食饭风波前一次民调，就系、是、嗰次就唐英年对阿、梁振英一个回忆得都几犀利嘅。但系每一次有事发生嘅时候咧，第日梗有民调出噶、哦。咁嗰次唐英年咧回咗击之后咧，佢第日咧个报纸系点讲咧？就话唐英年咧就系、是、叫做。不服就点样反击？咁结果同一年嘅民调咧就仲插咗六七点嘅，好似唔知五六点嘅。但系咁佢插阿梁振英嗰啲嘢咧就系真嘅噃。咁既然梁振英嗰啲嘢系真嘅啦，咁梁振英都会跌一两点啊。咁点会梁振英嘅民调反而高两点咧，跌咗五十咧，即系50%啊？咁所以咧，啲民调咧就全无逻辑嘅。
仲有造馬之嫌，不過冇證據啦，係咪？呢啲又似懷疑，係咁懷疑啦。咁第三個再講下梁振英嘅口才啦。我哋以前後生都先係出嚟蒲嘅，嗰啲姐即係出嚟玩啊，啲姐姐仔咧口才咧就同梁振英一樣噶，啊言而無物，啊講唔夠講就講第二樣，拖拖拉拉咁樣。咁你所以梁振英口才點好啊？佢嘅能力就得何處國嘅形容詞啦。唔係梁振英口才好唔好咧？就即係呢幾個月都會知噶啦。即係我有機會同佢喺個專責委員會度對對，即係對對嘴嘅。咁你知道佢口才好唔好啦？反應係啦。咁啊，因為嗰啲冇得到佢講廢話噶啦。我一定係啊，廢話。我一定好好招呼佢嘅，你放心啦。好多謝你電話，柳生。OK， 我哋聽第二個電話 ，MC。喂喂是是 MC 是喂是请讲阿中文啊，你好，就关于上次打过来的啦，就关于梁振英那单西九事件呢，你跟着成点呢？现在是礼拜六开会咯，即是第一次跟着来跟这个礼拜六朝早晨咁早就开会啦，跟着就20号就会召梁振英来咯，3月20号即是选举前。咁但系咧，听讲话曾特首同埋阿董建华都唔会出席嘅，系咪啊？而家未知。哦。咁我就要求传召呢个曾荫权同董建华。系，咁照做啦。因为如果讲真当选咧，天都冇眼噶啦，系嘛？香港人冇晒所有嘅自由噶啦，系嘛？香港啊，即系讲真，佢沦陷嘅开始，系嘛？你预定都得噶啦。咁但系咧，我觉得。其实我自己个人意见就是一半一半机会咯，可能都有转机嘅。另外第二件事最重要就是关于九月立法会选举呢，你哋有名单未啊？我哋未出。未出啊？因为我是九西嘅选民嚟嘅。咁你咪帮我。咁我旧年都支持你嘅，我妈妈都投你一票嘅。多谢你。咁希望呢，因为其实我住西九屋苑里面嘅。咁我其实我都好多你嘅支持者㗎。咁我上一次其实我喺商场见到你想叫你嘅。咁但问题你嗰个心情唔系咁好，我费事打扰你啦。咁因为呢阿小黄芬个办事处喺附近嘅，你知啦。冇错啊。哎咁系。咁小黄芬其实再讲下呢个人呢就系不知所谓嘅啫，已经系。又无能又靠阿爺俾票，根本就做唔到嘢嘅。冇讲人啦。咁我希望恭祝你今次选举成功啦。咁身体健康，注意健康。好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拜拜，拜拜。OK， 跟住我哋听下 Kevin 电话。喂 ，OK， 微博通。嗱 ，Kevin 未电话微博通，我就想问下玉敏一样嘢啦。嗱，最近咧就呢个港大嘅学生会咧，就花咗几十万。登咗一个广告都算过分。我觉得睇完个广告呢，咁多张报纸都有。有咩理由成份广告冇讲打即係反对小圈子选举。然后集中就係讲嗰个江湖饭局呢，即係呢个就好古怪。即係我无论即係背后有冇咩阴谋，我哋唔讲嗰个啦，冇佐证。但係可见呢个学生会会长都算低 B 啊。係咪使几廿万就讲一个议题。喂，你作为一个香港大学生会会长，梗系反对小圈子选举为第一啦，系咪啊？系咪先要出呢个广告？系咪？咁当然有好多嘢你好难理解嘅，咁有啲人就话佢喂咁样可能系呢个违反呢个防选举及舞弊条例，所以社民联就搵人去投诉佢。咁我又觉得更加奇怪，社民联真系投诉香港大学学生会去 ICC， 即系社民联有铺去 ICC 怼人嘅。自从陶君能去怼我之后。有铺中意去 ICC 怼人嘅，仲要怼自己有周围嘅 ICC 怼人嘅，有铺咁嘅怼人瘾嘅，系咪？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政治不正确，你可以批评啲学生，嘛嗰个都系佢表达意见嘅自由嚟嘅，咩理由 ICC 去投诉佢违法咧？即系我觉得系好有问题，系咪？即系当然我对于呢个广告都好反感，但系。即系你社民连竟然带头揾人去 ICC， 我咁中意 ICC 嘅，佢哋又铺去 ICC 引嘅，系咪？喂，大佬你又要争取为捍卫公义、争取自由，咁而家下下就叫呢啲权力机构嚟打压人都有嘅，有冇过分啲啊？你长毛真系，你有咩理由？喂，你去针对啲权贵都仲有得讲啊？你系为对付啲学生，你揾 ICC 嚟对付啲学生？喂，我真係拗晒头㗎，真係。
我幾唔鍾意嗰個廣告，原來嗰個廣告幾有問題，嗰個學生會會長嘅做法好有問題都好，我都唔可能去 ICAC 話佢違反呢個選舉及舞弊條例，可能坐監添嘅喎。你去告得佢，你就梗係覺得佢有罪，想佢坐監㗎啦，啱唔啱啊？即係你係想香港大學學生會去坐監，你寫文件就係咁啦。我大佬，你仲要唔要後生仔嘅支持啊？老實講，係嘛？即係你長毛有冇癲啲咧？我覺得真係嗱，唔可以話唔關你事啊！你係主席嚟㗎，雖然你僆仔去做啊，係咪你梗要同意㗎嘛？所以我今日見到佢唔記得問我，真係想問佢喎，係嘛？喂，你啲唔啱噶嘛？你維護弱勢噶嘛？你去喂告發呢個爭權，我都覺得可以啦，係咪？咁其他都一樣告唔到，做show嘅啫，係咪？但係你搞啲學生喎，即係台長，你覺得係咪可以咧？你話咁呢個我諗即係係佢自己內部嘅問題啦。但係你而家就係、是、究竟 ICAC 處唔處理到呢一類嘅案件先？你唔能夠動不動去 ICAC 噶嘛，大佬係咪？你呢頭又話 ICAC， 你長毛成日講嘅 ICAC 係呢個政治工具，打壓政治異己嘅工具，唔加坦你自己係帶頭，即係 ICAC 去打壓你政治異己，係咪？個好過分咯、啊，我覺得係咪？所以我都一定會見到阿毛，我一定問佢嘅。系咪你知不知情先？系咪系唔通噶嘛？呢镬你伤紧噶你知唔知啊？大佬啊，你真系讲笑啊！真系系嘛？即系唔应该做噶嘛呢啲嘢。即系当然我哋可以批评，即系港大学生会呢个广告嗰个做法系咪啊？但系你唔应该去 ICAC 举报投诉话佢违反选举舞弊条例。即系你想唔俾人哋话你同梁莹有拉楞都唔得。你去唐宫示威。阿牛同埋你長毛大隊，跟住你去 ICAC 督嗰個喐呢個量刑嘅人，咁人哋會點睇呢？啊，好過分，我覺得。即係大佬，你長毛做主席做到咁樣啫，你佢仲本嚟對你寄予厚望，係嘛？我哋有咩理由真搞啲學生會，搞香港大學生會啲僆仔，跟住又話人哋阻仔咯，唯有就咁咯，跟蘋果嗰條調咯，嗰、那個通咯，係嘛？最好噶啦，還阻仔，阻仔就搞得噶啦，你明唔明？是咪阻仔就搞得先？我想问下长毛，唔通噶嘛？讲公义噶嘛？系咪？即系你俾人告非法集结，我俾人告非法集结，咁系咪实啱先？梗唔啱噶啦嘛！我哋认为系咪同样道理啫嘛？点可以揾执法机关、揾公权力嚟对付啲大学生嘅咧？呢、這个已经讲唔通啦！你社民连用公权力嚟对付你。对付啲香港大学嘅学生，你真係开玩笑係咪？咁你长毛仲大大声喺度闹啲差佬入去港大校园做咩呢？今日喺个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我都有份闹啊，係咪？咁唔使闹啦，人哋伸张公权力啫嘛，港大校园同你而家就 ICAC 举报喐香港大学嘅学生又係伸张公权力啫嘛，或者呢班真係咩人嚟㗎？真係好，节目时间差唔多，拜拜。却在流雨离开之间周旋，晃到没有知觉。你只想爱我几天几夜，我天真以为能几年几月，丢进一个谎言，手不肯放，就会整个沦陷。怎么能爱得那么卑微，等着被你忽略，害怕的眼泪流一整夜，贪你的安慰却只给一点。应该怎么摆脱爱情的包围，让我往后退。亲密的虚伪再也不见脸，我试着判断时间，习惯被爱的盲点，完全弃权，不让你分配快乐伤悲，放弃为你再失眠，用等待来熬夜，放弃配合你要的情节，做个心虚的演员。
见，春天应该不远。很危险，怎么能爱得那么卑微，等着被你忽略，害怕的眼泪流一整夜，等你的安慰，却只给一点，应该怎么摆脱爱情的包围，让我往后退，对你的热情你的虚伪再也不眷恋，我试着判断失去习惯被爱的盲